是非常的开心的，因为那天我帮那个爸爸妈妈卖了127块钱，因为我想着就是父母一年到头真的他们都很辛苦很辛苦，我就想着寒假还有暑假去帮他们分担一点生活上的压力。当时的话，那个条件是很艰苦的，就怀着一颗就是对篮球这种热爱，就是即使脚就如起泡了，但是还会一直坚持。